一轩你好，一轩。你好，王老师。你好。最近怎么样？最近还行吧，就不太给吃饭。真的？那你都吃啥？就节目组逼着减肥。啊，减肥啊，好好好。我不知道说啥。你喜欢？你觉得这次来节目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感觉挺好的，因为起码有个地儿能唱歌。对啊，你觉得和我们当时有什么区别？当时的区别，我觉得第一次是充满……也不要给那种官方的回答了，还是充满了。我觉得这次其实没啥区别，就都是唱歌嘛，唱自己的歌，我觉得就很好。事儿啊！后边还有歌吗？好多歌，我明天要分班。还分？就晋级了之后，什么每个导师有各自的队，就加导师队。啊，好复杂。咋搞？啊？咋办？顺其自然。顺吗？顺其吗？自然。怎么了？我过去玩 B-box， 再见再见。你要过去吗？你慢慢来，你再看。啊，过去。我是廖俊涛和陈罗莉的粉丝，但是就是名医，我从头看到尾，所以就是我对这些人都有点感情。一家三口磕到。没拍，你想去你去吧，反正对啊。我怕，不好意思。别怕。我可以匿名追星，但是我不可以真名追星。